那早上5:40啊，刷刷刷的又开始下了，我还说起床干活呢，难搞哦，每天都在下雨。嘿，杀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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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哎呀，好难得啊，今天总算没下雨吧，不过也是个阴天啊。好了，今天就这么简简单单过吧。哎呀，每天都在下雨啊，好像天气预报说后面都没有雨了，不过温度会有点高啊，希望不要有特别毒的太阳吧。哎，再热点的话，那后面这个池塘都可以钓小龙虾了，嘿嘿。嗯，特别好啊，你看这个绣球特别漂亮啊，长得真好。OK， 今天就随便拍一下吧。就这样吧。